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和香港的未来发展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，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，认识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，了解我们肩负的使命和任务，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，让我们团结奋斗，共担责任，共享荣光，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，共同推进国家和香港的发展。